Thank you.
话是我的纪录片。你的牛市呀，树头，咱们男的，我帮他理发。穿袜子的话不可以的，你牛子的话，戴手套肯定不行的。我们要理发了也，我们肯定要帮他要再把好皮，那个再把拉开了，这个要帮叠起了，我们都要用手的啦。那可以化妆，可以化妆。好比说，你有个好比说发了黄了也，他不好看了，我们帮他可以要上点粉，这妈妈是也是不一样的。一个月也没的了呀，像这个收入嘛，有嘛，可是肯定要三个月，要30天，而且，咱们到了5、6月吧，你们是少了呀，5、6、7、8、9，这2个月吧里，节日是15天，3个月少，淡季了，也要淡季。天天让他们这个时辰当中了，没什么想法了。大家那个天赋一样，都是还有你叫天天让天赋一个这个东西，想什么了？没必要想什么，想了也往赶去走了，不敢去走了，是不是？哈哈，稍微有点奇怪的，稍微有些些，好比一个还有那个这个，眼睛将来蛮大，自己再发达一个。这个呢有点脑海里有点印象的，一个宽大，一个像个弯的出鸟了，宽的了，有些那个怕是不怕的，这是思想里面一些想法了，我还记得起，灵魂我这个就不知道了，知道吧？我不信嘛，信什么了？那是。心里眼你不敢去走了吧，一个是家里面你不敢去走了吧，不好搞了，是不是？